哎，这个要排队的，你看大排长龙呢。这是咱北岛呢，在地人一定爱吃的这个早饭，就好吃卤肉饭。这卤肉味好香啊，又不会太咸，那也肉饭迷迷迷耶，啊，真好吃。甜甜甜的蚵仔，蚵仔面线，青的哦，就大粒的啦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每礼拜是暗时10:30，妈呀，好好玩。